斯林美容王牌推介 Messy Up 黄金三角美胸护理。其实黄金三角的度法呢，我们就会由个手臂长度，首先只手呢就要垂直啦，咁呈90度角，由个膊头拉到落去的手踭位的长度，在中间位拉过去呢，就会知道个乳房有没有下垂的啦。咁另外呢，我们度黄金三角的个等边三角形呢，就会由个锁骨的中间，咁就叫 A 点，拉到去右边胸 B 点啦。咁如果那个距离是6寸的，咁我哋咧就要再度埋由锁骨拉到去另一边胸，咁就再睇下嗰个距离系咪都系6寸。咁如果两边胸系相约嘅话咧，就代表个胸冇高低啦。咁最后我哋就度埋底位噶啦，嗰个底边嗰个位置咧，睇下胸距系咪都系6寸。如果三边都系等同接近呢一个等边三角形咧，就代表你一个完美胸部。咁另外啦，我哋如果想知道自己有咩级数咧，咁都有个度量度方法嘅。就我哋就将我哋嘅胸部最高峰位置嘅胸围嘅寸数减我哋嘅胸底围，咁如果距离系10cm 嘅，咁我哋就 A 级啦。如果系12.5cm 咧，就会系 B 级。咁啊，如此类推，缝隙多2.5cm 咧，就会系第一个级噶啦。如果想了解更多斯林美容专业护理，可以打专柜热线29292000，或者输入 www.slimbeauty.hk。Slim Beauty.